大家好 ,ST 到今日呢就会介绍呢个马年车飞，咁就两张一齐介绍啦。咁就一中一西嘅，咁就会分别係三日介绍㗎啦，即係嚟緊听日就介绍羊年，跟住后日介绍猴年啦，我听日就买啦。即係头先依家即係总之有次都要买猴年车飞啦。咁就包括咗两张车飞啦，你买佢嘅时候，跟住仲有呢个马道工程嘅卡套啦，同埋啲利是封，咁就都系以呢两个为主嘅啫，即系都系用呢两个嚟设计啫。个利是封咁就唔记得咗撇咗喺边啦，咁就揾唔到，咁就系呢个几时噶？2014年嘅呢两张，咁就呢個車飛佢喺個卡套都有介紹嘅，就係余悲鴻啊，就設計即係畫咗呢幅畫，咁就俾港鐵用嚟做車飛嘅。咁就呢幅駿馬圖咧，就喺故宮有展覽嘅，故宮博物館嗰度展覽。咁呢個咧就係美國德州嘅。T.Y. Wheatley， 其實你睇下啦，我唔知點讀啊。咁就仲在生嘅，咁就佢就專登係為呢一個馬年而設計嘅。咁就後面都係條款嗰啲嘢啦，即係係嗰日先用得，1月31號可以無限次使用。咁就特別啲就係佢打直嘅，平時嗰啲咧就係打橫嘅。哦，呢個係做例子啊，機場快線嗰啲，咁就打橫嘅，平時嗰啲，咁佢就打直啦，特別啲。咁好啦，今次嘅介紹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